药事网全国领先的互联网药师加医生联合集团，在其药师医生一对一在线咨询看病用药。上药事网 FDA 公布了一份不再召回之列的成分含有缬沙璨的药物清单，更新2018年7月24日。FDA 在本次中指出，缬沙璨适用于高血压与心力衰竭的药物，此次召回事件是其杂志中含有某所致。针对正在进行的缬沙璨召回， FDA 持续向医疗专业人员和消费者就事件的进展发布更新。FDA 已经列出了不受此次召回影响的含缬沙璨药物清单，并将持续对含有缬沙璨的药物进行评说，待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更新需要召回的药物清单以及无需召回的药物清单。下载全文 PDF。药事网对话框中输入不召回即可，可以看到我国高血压和心力衰竭患者临床常用的含缬沙璨药物，如诺华制药生产的代丸 40毫克、80毫克、160毫克、320毫克及其与其他降压联合的复方制剂。 FDA 文件 P78 Figure 3 FDA 建议医疗专业人员和患者仔细查看上述清单，医疗专业人员和患者应密切关注这一以获取所有更新信息。FDA 提醒患者应继续服用当前药物，除非您的医生或药师为您提供了替代药物或者其他选择。未经的高血压可增加心脏病发作和卒中发生的风险，未经的心力衰竭会提高住院风险以及死亡风险。消费者和医疗专业人员应持续向 FDA's MedWatch Program 上报含缬沙璨药物所致的任何不良反应，以帮助 FDA 更好地分析当前问题。在线完成并提交报告，网址为 www.gov.medwatchreport.htm。 下载并填写相应表格，传真发到 1-800-FDA-0178。FDA 向医疗专业人员及患者发布关于近期缬沙璨召回事件的更新。2018年7月18日，近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则关于数个含有缬沙璨药物自愿召回的通告。现在 FDA 向医疗专业人员和消费者对于召回事件进行更新。缬沙璨是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药物，不是所有含有缬沙璨的药物都需召回，此次更新将阐明哪种含有缬沙璨的药物需要召回。被召回的药品使用了中国浙江华海药业生产的缬沙璨原料药，其中含有杂质 N 亚硝基二甲胺，出现潜在致癌的某不在预期之内。 FDA 相信哪的出现与改变活性物质生产方式有关，一些含量的杂质可能已经在含有缬沙璨的药物中存在长达四年。对含有缬沙璨的药物调查正在进行中，以下列表可能会有所变化，等获得更多信息时我们将更新此。目前有三项与缬沙璨活性成分中检测出某杂质有关的自愿召回。泰华制药美国标签为 Major Pharmaceuticals， 召回是在零售层面，因为这些药物仅用于由医疗专业人员直接发药给患者的医疗机构。缬沙璨80毫克、160毫克，普林斯顿制药有限公司，标签为 Circle Healthcare LLC， 召回是在消费者用户层面。缬沙璨40毫克、80毫克、160毫克、320毫克，缬沙璨青氯噻嗪80毫克 12.5 毫克 ,160 毫克 12.5 毫克 ,160 毫克每25毫克 ,320 毫克 12.5 毫克 ,320 毫克每25毫克。泰华制药标签为 Actavis LLC， 召回是在消费者用户层面。缬沙璨40毫克、80毫克、160毫克、320毫克，下的全文 PDF。药事网对话框中输入召回即可，召回所包含的详细药品清单 Detailed list of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患者应当知晓，继续服用当前药物，除非您的医生或药师为您提供了替代药物或者其他选择。
不是所有含有血砂糖的药物都受到影响并需要召回。如果您正在服用含有血砂糖的药物，请将药瓶上的信息与清单中的信息进行对比，公司、国家药品编码、生产批号，以确认您现有的药品是否正在召回。如果您存在疑问，请联系您的药师。如果您拥有参与召回的药品，请联系您的药师。药师也许能够为您提供其他厂家生产的血砂糖。如果无法提供，请立即联系您的医生讨论其他方案。医疗专业人员应当知晓 FDA 已确定召回的血砂糖产品对患者构成不必要的风险，因此 FDA 建议患者使用其他公司生产的含血砂糖的药物，或针对患者病情考虑其他可用的方案。如果你拥有这些公司的药物样品，请隔离这些产品，不要将其提供给患者。本文翻译邱宇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临床药师。作为全国领先的互联网药师集团，药师网现向全国招募互联网医生、药师均为兼职，要求为在职医生、药师，不限资历，不限人数，欢迎全国同行加入。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至邮箱 exoning@163.com， 标题注明加入药师网即可。名医讲堂热播，临床招募相关文章。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